气低吮的刘诗诗出街，新造型曝光，脖子上的几块拔火罐、刮痧的印子惹人注目。不少网友表示：“偶像包袱呢？这是明目张胆的在脖子上拔火罐吗？你可是小花。”照片中，刘诗诗身穿蓝色修身针织衫，戴着蓝色的帽子，一条牛仔裤显得气质清新。然而，脖子上清晰的拔火罐印子也让不少网友表示心疼。注意保护身子，立冬了多喝热水。我对你有点失望。你怎么不看看你自己呢？用不着你来说我，你还是学生，你也别解释了。凭什么？我也不想听你解释。王俊凯，你在那儿吗？我在这呢。你姓什么呀？我姓什么你不知道吗？爸。